少有嘅，啲超和時期嗰啲嘅，你見到佢殘到一個點，但係仲買到飯粒嘅，我哋都已經食完，同埋係真係幾好味，你覺得好唔好味啊？好啊！自動販賣機保持嘅温度常温啊，有50幾度，所以頭先跌出嚟嘅嘢食全部都係熱嘅。啲機真係而家買少啲。录住你最新開的一間是水壺士，很明顯我們已經進過來了，所以和當面差不多啦，都是有他們的睡衣啦，一個衣櫃的 area 啦，接著就是他們的洗面盆、雪櫃、mini bar、廁所、乾濕分離整潔，因為剛剛開，仲有少少裝修味，我聞到。係啦，仲有少少裝修味。佢哋係用獨立嘅，而家都係呢啲一大樽嘅。咁咧，你平時煮開嘅當面呢間係大嘅，仲有 queen bed 添，超大間。仲有個小嘅 sofa area， 同埋茶几。有冇景呢？望住停車場呢邊嘅背景，我自己打架啊，錄緊影啊，我哋走咗，你自己幫自己打架啦。嚟咗大洗，睇日出，超靚，值得推薦啊！呢度仲有個鳥居同你一齊，比較特別嘅一個日出，人又唔係好多。酒店吃早餐，食物的选择比以前住的当面都算是比较多的，同埋也有些本地的特色美食可以选择。另外要讲一讲这间酒店的温泉是天然温泉来的，非常特别和很舒服。温泉旁边还有休息的空间，可以看看漫画、坐下按摩椅等等。同样地都有浸温泉必备的牛奶去给客人去选择购买的。超怪，今日天气非常之好，同琴日系两回事。琴日落雨，呢个系日本名园
其中一個就是日本文化遺產。日本遺產為什麼叫嘉樂園啊？來出自孟子一書，古人唔記得，嚟偷睇，讀咗一次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各位。2000 years later， 古人以民皆樂為樂，故能盡其樂。一字。好，鼓掌。佢嘅特色係佳樂園不僅對凡主同凡土開放，同時亦對庶民開放，可說具有現代公園嘅特性。早春的時候，這裡又有100種3000多棵梅花盛開的賞梅名勝，和自然調和的風情建築堪稱日本三大名園之一。但可惜我們現在是冬天。它冬天也有的，它說春天是水戶梅花祭、櫻花祭、杜鵑花季，夏天是煙火大會，秋天是胡之子祭典和紅葉，冬天是梅樹剪枝觀摩會，還可以覆上皑皑白雪的好文亭，我們現在夾住在中間，對不起，